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台北州理协鉴李俊守来演讲哈，经掌声欢迎，谢谢。谢谢各位的掌声哈。首先我先自我介绍，我姓李，叫协鉴哈，李协鉴。咱北京为了李协鉴，请同心大家多多指教，同心大家好。好，大家两个真有精神啦吼！我今日就咱这节课的讲师啦。我所今日讲就是蜕变。什么叫蜕变？这就是刚刚讲咱这个牛啊，坎坷啊有无？坎坷内底有一个羊，包条的。咱你有感觉咱这台湾就跟咱这个羊同款，去有这个。靠个敢包条的，咱和这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敢包条包七十年，咱拢唔知这个历史的事实，吼、哦、咱拢去骗七十年，想要骗七十年，吼、哦，咱大人拢唔知呀，吼、哦，咱今日咱要所讲的就是吼、哦，这个蜕变吼。咱今日要讲，就是开始要来讲，就讲这個蜕变，就是讲咱台湾叫中华民国，给咱暗看七十年的事实啦。咱要安那来改变咱这个话呢？就是讲咱台湾，咱要出头天啊！出头天吼，咱从今日开始来讲，就是讲流氓政府对咱台湾民政府的改水，啥改水？就是讲中华民国来进步，认定咱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我请教各位，那个认定咱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中华民国属于什么法的？就非法的，要不合法，对不对？所以恁今日在座来要吃，为啥拢无个？无一挂国安局的、警察局的来找咱麻烦，因为因敢来，因为咱合法的。咱若讲各位两下，我聊你看吼，咱。这个物件，你若讲咱在哩，咱这个台北州这个中山郡的吼，你若有闲，你过来看卖吼。咱的杜秋平吼，名字名作西路口吼，就一个派出所。贾秋平吼，我哩高速路边，遐嘛一个重庆派出所，两个派出所。迄逐工拢爱巡逻，咱都夜中啊。伊遐警察跟市民拢无看，咱的机啊拆下来，咱的大面就写较大字。到即阵目前，无一个警察入来咱那底找麻烦。为什么？就是咱合法的。因警察拢知无？拢知。所以咱在做来遮，你免烦恼。哦，因啊，反正咱过来咱中山郡吼，来遐坐坐。阮每礼拜四吼，我拢有带队拢来去游街宣传。阮拢行总统府，吼、哦，遐边拢紧张到要死啊！爱敢敢走无？唔敢。哦，就代表讲咱这个民，咱台湾民众是合法的。哦，你来看吼、哦，来马英九毛新林罗，伊是在2013年7月23拜年。就是无承认马英九现任的总统哦，伊有承认讲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啊。一个国家的总统亲嘴承认讲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啊，表示安怎？中华民国拢知影，中华民国我知，伊本身就是流氓政府，是咱台湾人拢唔知影。阵今日我叫按这来讲，讲咱台湾是安怎蜕变的？咱就是吼，中华民国七十年，甲咱暗藏住，咱咧暴力即个壳内底，咱即阵开始发觉问题啊，咱开始来搞即个中华民国。所以我马英九嘛是人讲，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啊！你死亡啊，你要哪输款？对不？吼、哦，
你若看，你若看到着咱即阵咱中华民国即台湾即所在，所有的武器军中诶，即个车轮牌无去啊！恁敢有咧注意？你若看路边也看到平安车，平安车迄个档位嘛无去啊！这是为虾米？你看中华民国为虾米准袂使征兵诶？也不能募兵。为什么？咱台湾人真少知，但是因中国人拢知，因为咱台湾民进会控告美国总统、国务院、国家安全局、国土安全局，啊，咱过赢。啊，现在这慢下，我再来讲，给你大家了解。哦，你也看，那你你看你，这么下哦，公元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的墓碑。蒙阿波伊个蒙阿波安尼啦，蒙白啦，即上个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伊中华民国在哩1920年时阵才经营30几年，吼，蒋介石即个手提着那就败落去啊，吼。加来拢总才38年尔啦，吼啊。你要看吼。这台是什么？这台船啊，叫做巨德舰。你要看顶管的什么物件？美国国旗。这台巨德舰是咱买的呢。啊，为什么伊插美国国旗？你无感觉真奇怪？但是咱知无？咱无人知，因为中华民国袂晓知啊。哦，这个是中华民国。一只啊，船啊，咱个啊，既然顶管差不多，比咱坑个下骹，咱矮了一截。为什么？各位敢了解？因为咱台湾这块土地，到即阵目前，阁是美国占领中啦。你看。咱这个都是美国占领中，所以你所有咱国防所有武器，什么要使用，一定要经过美国同意，要经过美国。啊，但是为啥咱美国占领中那些呢？我再个一项项嘛，介绍给大家了解吼。咱阵大约先了解讲，为什么咱台湾民政府这么讲安然无事，就是讲咱的合法，我这个合法要给大家增加大家的信心，吼。2012年十月初，美国和咱台湾免签，恁捌听过无？应该拢有捌听过。然后电视都播嘛，美国和咱台湾免签，有啊无？哎，啊为什么？啊有人去办过无？无，对不？中华民国电视冇播啊，结果咱台湾有人去办着无？没有人办着。啊，那这是美国当初发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对啊，伊就是发布这個消息，就是代表讲中华民国一华，所以这个就是要让咱台湾，不是要让中华民国的，所以中华民国的国籍正式消灭，但是咱无人去体会到，中华民国嘛袂敢讲，啊了解无？哦，这是要给咱台湾，但是个人内容无将无人去庆祝，无人去颁给。恁敢知这情况？无人知啦，吼、哦！但我第一话甲恁讲一下，因为咱台湾这块土地，并无咱台湾的国籍，所以恁要颁无？恁身份证上提啥物物件？中华民国嘛。对不对？你那不是台湾啦、啊？伊是要给台湾人免签，啊，你那不是啊啦？对不？哦，但是咱忘记了解这个问题。联合报，美国国会有报告，美国国会有报告，台湾地位仍然未定。无承认咱大陆对台湾有主张，
无承认大陆对咱台湾拥有主权的，哦，嘛无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咱台湾无主权，所以马英九伊就讲讲，恁咧咧个大陆甲讲就讲，我都无主权是变哪一款的？哦，咱台湾本身基本上咱是无主权。美国中情局有件某记咱台湾法律上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所以咱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咱台湾是咱台湾，无讲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关系？哦，这是两码事的。哦，但是咱台湾，甲大人甲即阵真侪人讲，认为讲咱是中华民国，错，咱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中国人的。我请教各位哈，教甲教死的是不是啥物件？教嘛，对不对？啊，尿甲尿死嘛是尿嘛。啊，中国人跟中华人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啊，咱祖先较早是日本人呢，啊，为啥咱变中国人？咱拢无去探讨这问题，但是小段我讲给大家了解。我阵讲时候就是讲一些让大家有个概念就好了。哦，因为咱真台湾真侪人无了解，咱本身是属于啥物？哦，这个是中华民国灭亡纪念碑，我咧讲的就是蒙白啦，阿公要讲，就是讲吼，咱这个破茧而出，咱本来一个脱蜕变，就是讲咱这个前面脱茧而出啊，咱台湾人要出头天啊，因为咱台湾叫国民党诶吼，甲咱骗七十年啊。啊，所以咱政府过比国，哦，所以咱政府要换人啊。咱哩忙要开始要正式要慢慢啊要实现啊，哦。如果我无猜错哦，在今年应该大家眼睛都看得到，应该今年咱也执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哦，这大民政府的执照，这比国发落来呢。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给台湾民政府基金会的执照，有无？这种是用的，中华民国无这执照的，这咱家有诶。好，台湾民政府有登记的，咱有登记，正式完成美国官方注册，咱有注册，啊，这用什么证明？哦，我直接到你看。我来，2011年7月10日，台湾民政府在美国华盛顿 DC 正式挂牌运作，有无？这比较难办呢。中华民国在华盛顿无挂牌呢，因为是流氓政府无法度挂。啊，咱正式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遐挂牌的。哦，啊！你搁看这张台湾民政府，咱台湾民政府咧花莲，而且这个宜兰，迄间什么物件你知无？总局，唔是警察局哦，宜兰的警察总局总局。啊，咱台湾民政府咧食，咱的扛棒有大无？宜兰总局咧敢徛卫兵？每天要面对咱的台湾民政府，啊，敢有警察去甲人挂，去甲人抓无？没有，对不？哦，好，来，我过来讲哈。咱各位，咱的新闻情，恁敢知影拢去做记号无？你若有身份证，你在中华民国身份证吼，你也来看卖，咱拢用做记号。你也唔相信，你若背面个摕起挂这个所在，你也有四个零的吼，四个零的吼，头前有四个号码，四个零的吼，代表中华民国的人。啊，咱台湾人头前就是111112，或是001002。哦，我是011012，另一个甲嘴甲看背面，甲望看卖，粗粗，
迄代表啥？代表恁台湾人就是奴隶，恁是奴隶啦。恁应该提起看无紧。啊，四个孔以上的吼，就是代表中华民国，伊是贵族。我哈，介绍一下哈，你是台湾奴隶，或是 VIP 也是贵族，所以恁要提这位先生哈，去公家机关要吃头路哈，要做高官的无啦，扫粪扫的、扫土开、捡粪扫的，恁拢有分，迄代表恁是奴隶。但是咱台湾较早拢无人了解，为什么我先生提起要考国公家机关拢考袂掉？因为这种先生来代表你的身份啊，所以你若讲公家机关吼，你若要考试要考会掉真困难，除非你真特殊的一段呢，啊无很难。因为高官的位置都是因中华民国的地位，不是恁的位。所以你若讲路边，你若看人路边啊，遛狗的啊，哦，啊你平平啊你拍麻将的啊，拢中国人。啊你路边扫涂骹捡粪扫的，你搁啊较看，差不多拢咱台湾人。啊你若想讲中国人当初来咱台湾的时阵是啥物情形？穿草鞋啊，无连有草鞋搞不好都无人穿，皮鞋啊，拍一支穿，啊，结果咧，阵大家拢比咱较好呀，恁的子孙拢咧国外移民，咱台湾要移民的人真少，唔是无，真少的，但是你也看恁的中国人拢咧移民，这是安怎啊？这就是讲，恁纳税金一扣扣就去你开，恁在趁钱好开。所以您努力啊！啊，这什么情况？我现在慢慢去讲你听。好、哦，您刚有看到哈？您看您的心情有看无？哦，阿平，你就是啊，咱的心情代表一个呢，努力啊！哈、哦。啊，咱开始要来讲，就是讲，这个情况是安怎发生的？咱要从头开始来讲，就是历史的轨迹。咱要找回复咱较早的历史。在我都全盘了解，讲咱台湾这块地位是安怎样发生的？吼、哦，你这样就是讲，在1894年，大清跟日本两国战争，迄阵啊，满清的皇帝跟日本天皇皇帝两国战争，啊，请问各位谁赢？谁输？谁赢？谁输？啊，满清输嘛，对不对？迄时候满清建书嘛，日本天皇赢嘛，所以满清唔只按咱台湾、澎湖、辽东半岛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对吼？迄时那里是因为迄叫做甲午战争，这人历史上了有读过啦，对不？吼、哦。所以这样是马关港签约，就是马关条约。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哦，哦，这是马关条约，哪地有写？哦啊，那时那满清建书按台湾永远割让予日本天皇，台湾这块土地跟日本，哎呀，跟平湖，所以这块土地像的。日本人嘛，因为有契约嘛，刚才你一间厝卖人，是毋是对方的？对毋对？这是有契约嘛？你咱厝卖卖是要有契约嘛？对不？以契约为主嘛？啊，所以这是正式的。所以当初满清写割让就日本天皇的，这是有契约，叫做《马关条约》，啊，这向去处理的。这是满清迄个李鸿章因囝，叫李金芳。你先马下，这就这条约有下底的，哦，讲和讲和条约，这样这是下关条约哦。
哦，李清芳哇，哦，这种有教育的，不是中华民国的用嘴在讲讲的，人这是正式的。哦，这里下关条约和马关条约，哦，这个都有，哦，可以看。这样写写个才清楚哦，永远让与日本，有看无？啊，所以这块都得上的，日本天皇的嘛，对不？啊，日本天皇。得到咱台湾这块地，伊当时无讲宣布当台湾这块地就是伊固有领土哦。因为国际法内底有规定，讲你若占领，你若讲有安尼阵吼，你要有两年予百姓的思考期。你要做日本人，还是要做中国人，拢无紧。你硬要做中国人，你财产袂袂，你应该摕转去。但伊迄阵啊，无人要转去。迄阵啊，台湾反过来啊，所以迄阵啊，日本天皇在咱台湾。这块土地经营了四十几年，三四十年。你毋知影讲，以前啊，日本天皇来咱台湾，教咱台湾人啥物？以前咱台湾是，咱讲一句话歹听，就较烦啦，你知无？咱较早个平埔族嘛，对毋对？恁遮迄种大部分拢是平埔族啦，啊，甲高山族、高山族咧，高山顶遐，迄叫高山族。啊，咱是平埔族，人讲平地番、平地番，就是咱。其实啊，日本因认为讲咱这咱的化外之民同款水准真低，所以一在台湾开始来咱经营，教咱日本哩，哦，教咱种甘蔗、做糖，教咱种黄来米，所以咱的黄来米世界有名就是日本教咱的，哦，嘉南大郡、铁机路、公路、省道。拢是日本建设的，是啊。迄阵啊，咱台湾水准慢慢咧提高，提高了，日本天皇看咱的水准，应该日本差不多啊，才宣布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宣布后了后，台湾这块土地甲平和这块土地，永远属于日本天皇的固有领土啊。较早迄阵啊，无法宣布阵是殖民地，殖民地是可以割让的。固有领土是袂使割让的，所以一直咱台湾正式的属于日本天皇的臣民，咱是臣民哦。哦，咱一直咱开始了，就属于日本固有的领土。哦，这拢有记录的，这拢条约的吼。所以日本一直那，咱台湾属于日本的固有领土了后，日本向美国宣战。日本向美国宣战，你买啥条？你只要讲咱在读书时候，中华民国教偷袭珍珠港对不？哦，其实不是偷袭，因为日本要向美国宣战的时阵，又向美国宣战的。伊宣战了，伊个宣布了后，伊就随个怕。哦，那个帕多亚珍珠港，第二天美国马上向日本宣战。这四年外，美国在日本这个广岛跟长崎天皇两万主团，啊，日本天皇加一个，啊，那威力太大了，啊，所以为了伊的子民啊。伊不得不，因为伊真爱伊的子民，伊袂使阁予伊子民吼玩弄死，伊死太侪，阁大来个日本政会无正义，所以日本天皇马上宣布无条件投降。伊也查讲美国迄阵啊，甲两家原子弹吼，伊袂投降啦。啊，唔知啊，所以迄阵啊，赶紧宣布投降。啊，你投降了，你比日本咩样？是爱阁啊，台湾这块土地阁割让予美国？因为你证书嘛，对不？啊，证书是不是要个关？因为你本土又袂使关，因为嘛，就敢那顶边咧
晚清甲这个日本天皇战争的时阵，晚清有按这个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但是尾啊无为虾米？因为辽东半岛属于日本，也属于中华民诶中国固有领土，固有领土不使分割，所以日本同就按这个辽东半岛才上条过海中国。哦，所以固有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啊，这感官意思。咱台湾不叫公家是袂使，但是因为日本建书，所以无多按台湾平和准备这个挂念吼美国。啊，但是美国的马上就要提。本来这个都是要挂日本、挂给美国，但是美国吼、哦，本土本身来国家来讲起来，未使收的。按怎讲？因为美国国会有规定，美国不得够增加土地，因为国会有规定，美国不得再增加领土。所以迄阵要挂领给美国的阵吼，美国未使收的。啊，变安怎样？并悬空。无人收，因为日本迄阵是甲美国两国战争，甲别国拢无这些战争，所以一定要挂留美国嘛。啊，但是美国袂使收的，所以这块土地并咱台湾这块土地并悬空，无人摕，没有收受国。啊，无收受要安怎样？日本天皇是要跟落地啊？对不？所以这部那时阵是毋是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甲平和这块土地属属于日本天皇的？是不是安尼？对，因为地契没有拿出来了嘛，因为美国不能收嘛。美国要是可以收的话，哈，咱台湾那不丢定啦。因为伊也算是波多黎各哈，霸凌120年前哈，的美国占领中啊啦。阿盖也算波多黎各的，应属于美国的51州啊啦。但是波多黎各现在还是波多黎各，不是美国的51州，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啊，但是波多黎各是殖民地一塞，但是美国本土不塞，一国会规定不塞。是啊，但是伊是美国占领中，所以美国每年爱和波多黎各上百亿的，每年哦爱加百亿的和波多黎各。开边境开花叶，因为他占领中，所以他要负这个责任。咱台湾这块土地嘛是美国占领的，对不对？因为日本天皇建属美国嘛，所以爱台湾在挂领天皇，但是未使挂领，但是现这情况变成日属美占，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但是美国占领中，哎呀，美国打赢嘛。所以他占领中，所以到目前为止，咱台湾这块土地，搁属于日本天皇的美国占领中。所以我头下许予恁看遐就是安尼，为什么要插美国国旗？因为台湾这块土地到目前还是美国占领中。恁各位敢冒看到怪怪的无？咱台湾这土地选总统。一定选了后，一定要等美国贺电，因为冇尴尬无？为什么？那我去等英国、中国大陆、苏联，唯独就爱等美国的贺电。无美国的贺电，伊袂使宣誓当选，因为这块土地是美国占领中嘛。啊，你好。啊！你这个跟前公司的当署长嘛，美国就跟他当署长的。啊，等下总统就跟他一请总经理，伊要跟你换掉就跟你换掉。所以你也看，咱也讲，咱的总统也选掉，一定要等美国贺电，没有美国贺电不能当选。对，代表咱台湾这块土地，如果是美国的占领的管理的，啊，咱甲准王怎样？对不？不可能哦。
咱这个岛就是美国占领，啊，美国占领了后，伊甲日本战争占领了后，伊本来是爱来台湾来管理，但是伊迄阵啊吼，就叫蒋介石来台湾暂时管咱台湾。暂时代理美国管理台湾，咱这个台湾土地不是蒋介石的，是蒋介石奉令奉命的麦克阿瑟将军一号命令，暂时代理美国来管咱台湾。啊，在管咱台湾的时候，伊为了伊的，咱讲伊的生存啊，所以。伊甲美国讲吼，台湾这块地互我管吼，啊，保护这台湾，就是讲保护这因为伊反共嘛，蒋介石就是讲反共，美国就反共个国家，所以蒋介石甲美国讲我反共，啊，我来保护恁，啊，恁明恁的子孙免出兵，互阮来出兵着。美国听了真欢喜啊，因为美国很重视因的人权。所以呢，因的子孙卖死哦，伊拢无要紧。啊，蒋介石为了要安尼做咯，伊佫甲美国讲吼，兵啊，互阮来保护啦，啊，死互阮来死啦，吼，啊，武器我佫甲恁买。啊，美国听了足欢喜啊，啊，当然嘛讲好，那唔好，对唔对？啊，所以咱等武器每年爱甲美国买兆亿美金呢，会惊人呢。咱甲美国买武器啊，啊买武器佫是拢唔爱滴个。照你讲起来，美国占领中，伊是爱派兵来保护咱台湾，咱军都免做兵呢，咱嘛免买武器呢。啊，为啥要买武器？因为蒋介石为了伊个人的生存，因中国人的生存，所以甲美国讲，啊，美国为了这个物件利益，这么大的利益，啊，佫免出兵，免死了因的子孙。伊采取模糊政策，互恁台湾不啥啥，啊，蒋介石一直甲你扣税金，因为伊爱买武器啊，啊，要钱倒来，因较早也无钱啊啦，对无？啊，要安怎樣？扣恁遮个税金。所以中华民国真较早甲恁讲万万岁，对毋对？就是讲我要甲恁扣税金啦，万万岁啦。对不？啊，咱台湾人甲出阵，讲捡到怀疑个，啊，迄钱咱来拿无？咱免担的，啊，用法律来甲你管，啊，咱台湾就惊，啊，就乖乖拿，啊，所以恁乖，伊就开过来甲你捡，对不？因为伊捡这税金，最主要嘛是有真侪问题的。安怎讲？因为咱台湾人吼，啊。无钱搞定，落去安怎？苦在规头家苦在想要趁钱，对无？啊，你愈好赚，伊愈好扣。啊，你赚偌济，扣偌济。所以你台湾人永远袂好赢。恁无感觉讲，咱台湾人上苦力的一个民族啊，咱上苦力的呢，对无？你从出社会趁钱，趁到即阵，应该赚偌济？但是请问恁？恁搁留偌侪钱伫个？恁存偌侪钱伫个？啊！你搁想讲恁的子孙要娶某有钱无？要买一间厝，敢有才来买？啊？为什么？咱那咧，咱台湾咧，趁钱是真苦来趁的，规头壳咧想要趁钱呢。但是咱要买一间厝真困难，为什么？你中华民国一直甲你扣税。你趁我来扣，啊扣到咱台湾人无钱，啊无钱要安怎？规头壳就想要趁钱，因为你若有钱吼，你头壳学袂想，啊想啊想啊，咱我有啥来了？谁叫我有啥来唔甲你变？对无？但是中华民族就是无这個想法，所以，互恁规头壳想要趁钱、趁钱、趁钱，啊你趁钱，伊就过来甲你扣、甲你扣、甲你扣，啊扣咧，因家咧分，对无？你知影中华民国的人读书免钱，咱爱钱无？恁读书爱钱呢？因中华民国免钱呢？恁敢知影？一点都无公平呢？恁咱读书时，你买个小学时，老师定来讲在学证明书，
有啊无？同学生要申请在学证明书，要赶快来申请，有啊无？迄张在学证明书就是安怎知道无？因中国人咧请的，啊，请迄张单登记，去滚人拿现金登记。我较早嘛唔知影，我做读小学冇嘛唔知影，老师在学证明什么意思？我搞不清楚。我是讲，啊，看到一个年龄啊，我想啊，三下人咧念。那唔知讲，迄张单就是因提登一个年级登记注册费，所以因仅按有几间小学、初中、高中，读书拢免钱，甲大学拢免钱。但是咱台湾读书拢爱钱，啊，哪个怀疑噶？啊，咱趁钱上大，咱来讲，咱厝个趁钱上大个开销哩都一样，囡仔注册费嘛，对唔对？咱一刚刚就。为了这注册费啦，囡仔读书的这款呢，你拍拼，啊，结果呢，中国人伊家己扣，啊，咱台湾嘛做够怀疑噶，啊，这是咱台湾的悲哀啦，对，好，啊，咱跟美国。日本甲美国啥物咪讲咱，咱本来就日本人啊啦。咱甲美国战争战输了，就签着这个和平条约。但是和平条约是对咱台湾是有利，但是中华民国诶，大家诶，主课本诶法律啥物拢无教你，叫你读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是对咱台湾，咱今日就咪用旧金山条约去国控告美国嘅，吼、哦。旧金山条拢有17条，哦，迄阵啊，来讲就是有52个国家，有3个国家是无签尔，哦，这是有外几个国家本身拢知影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哦，过咁查讲，咱旧金山条约了，这是了后。咱再个签这个台湾关系法，这就是台湾什么叫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就是因为旧金山条约啦，对。迄阵啊，咱台湾阁属于蒋介石咧代理美国管咱咱台湾，但是迄阵啊，中华民国已经退出两个，叫两个国家赶出去。啊了，甲美国阁断，美国甲伊断交。啊，为了这个利益，所以去签约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关系啊，最主要是保护啥，你知道不？保护中华民国。你那个看吼，台湾关系法，伊在1979年1月初已经承认中华民国是台湾第治理当局，有啊无？咱台湾是美国的治理当局，哦，管辖范围限于旧金山和平条约，哇，就是福尔摩沙跟澎湖，福尔摩沙啥意思？就是代表咱台湾，咱台湾较早叫做福尔摩沙，哦，无包括金门马祖。啊，金门马祖像的，中国的，所以你阵啊冇感觉是奇怪。较早中华民国甲阿强啊咧相拍，小心。啊，较怕就怕金门马祖。你捌看讲中华民国的枪支炸弹牵来咱台湾无？没有，为什么？袂使对，阿老袂使。啊，对，因为台湾这块岛的不是中国的嘛。啊，你拍金门马祖什么意思？因为内战，诶，因内战，啊，内战会使拍。啊，你也拍台湾朋友，这代表啥？你向美国宣战呢？对不？啊，所以讲阿强会敢拍未？无可能嘛！
对不对？啊，为什么中华民国特别啊？恁在台湾要甲要甲反啊，要甲安怎样啊？阵伊就讲阿强啊要拍来因啊，有啊无？啊，台湾人啊听着讲中阿强啊要拍，但是惊啊要死啊！个半暝啊，睏着讲看砰一声，了这阿强啊拍来的，啊看我可怜。因阿强啊，这毛泽东是要拍什么人？要拍蒋介石啊？拍中国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个啊？对不对？啊，跟咱有啥关系？啊，咱在讲啥意思？啊，对啊，人是要拍国民党个，啊，伊啊，伊蒋介石那个较紧俏哩，你台湾才戆个。恁个加讲话哦，阿强要甲恁拍，恁个敢不敢？台湾人听了阿强我拍吼，大家都讲伊啊，看到一等啊，啊，这招真好用，啊，咱台湾就惊死。真正的咱台湾真惊死，但是咱台湾的个性真好，啊，但惊死。即我嘛是台湾人，我身为台湾才悲哀。啊，为什么安尼？但其实咱台湾袂惊死，你知无？咱较早在日本是咱台湾是用的，唔是惊死的呢。咱的地嘛真好呢。咱是去哦，蒋介石即只鸟鼠啊搞，台湾台太侪，台个惊着。对唔对？你不暑假敢偷我做无？对不？啊，为什么？啊，但是咱台湾较早拢加开病呢，但是台个惊。可是以前啊，台到咱大人会惊，惊到讲，这时段较早人家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对唔对？你啊，囡仔讲唔对，规口爪拢抓去撞台。啊，以前啊，蒋介石来台湾的时阵，伊本来甲美国讲吼，按台湾这块土地，所有的百姓叫美国再等于日本，因为蒋介石去做啊，台湾人当作咱拢日本，啊，其实咱嘛日本人啦。啊！美国无同意。以前啊，咱台湾这块土地有600多万人啊。伊讲我载你800多万人，你话我载琵琶算哪个载600万等于日本哪有可能？美国无同意。啊，所以蒋介石为了伊后边的生存，预算讲按台湾咱这块土地所有的台湾人要装台。要装台一个都不留。但是伊个边仔人较巧来讲，我唔通，你千万唔通安尼做。伊讲你也抬了了吼，啊台湾这块地都美彩色摄像镜，啊我要食啥去？对不？啊你去叫我去种老可能，伊个也无法带你嘛，较早人偷伊出身的嘛，对不？老可能。所以迄阵啊才开始的，按咱台湾的精英。就是迄读书的、博士的、医生的，什么？吼、哦，有最阵有钱的总裁，绝对无咧老。啊，老啥的？正常的、高义的、无钱的、老实的，遐老条的，遐老样啊，做牛做马。所以咱是奴隶，咱永远要趁钱互因开的啦。所以毋知迄二二八事件。对不？但是你这少年家啊吼，可能我讲这体会较袂遐深啦，因为无拄着。你啊，就我这年纪，一般较军官的拢有面对这个问题的。我先就提一下，让恁大家看一下。你看，咱就个先讲一下吼，台湾关系啊，你啊看。众议院1979年3月28日339票赞成，五十票有反对。参议院李告一月28日李告。85票赞成，你感觉真奇怪。咱台湾既然爱和经过美国参众议院通过，你有感觉真奇怪？咱台湾本土袂使有这款爱和经过美国通过这个台湾关系法，咱家己袂使哦。就是讲，咱台湾人永远袂去了解台湾关系法，这是美国式的。对，咱就是美国占领中诶啦。哦，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利益继续从台湾拿钱，有看无？好、哦，我再个那点，
就要请条您看一下哈，1947年《纽约时报》228大屠杀，有看无？咱台湾人是啊，你较早高雄，你嘛老爸听过，因为听过老爸咧讲无？咱台湾就是咱中华民国台湾的阵，你捌参加？气煞，按只更过，啊一个搁撑过一个，一个搁撑过一个，啊台湾海边踢落去，一个拢栽落去，啊啦，气煞甲气煞慢掉，你无法度走，规挂拢死。啊，这是大条的，你拢有看到吼？在路边很大，这种咱台湾人，有看无？这历史咱少年家真少看会到的啦。咱的性命较高些的，咱台湾的性命较高些的。有无？但是少年家不看过这，不知道这场面的恐怖啦。但是咱老辈拢深深体会到了吼。我看啊，咱只咱台湾拢是几啊十万人。这下老婆看了只相片吼，感受较深啦。阮老爸迄阵也蛮罕挑剔，啊，阮老爸迄阵那是因为伊学汉文。迄阵啊，要嫁桥，迄阵啊出，伊拢伫算，伊13岁去趁钱啊。啊，要嫁桥起来，啊，中国人问我你要去哪里？啊，伊用汉文甲伊回答，伊讲我要去哪两个院呢？啊，放伊去。啊，嫁迄个桥几年吼？咱大人讲奇怪，啊，恁来怎嫁来？伊讲我伫问我，无对，我就甲讲我要对。伊讲吼，早起啊，干呐？大死咱台湾，大死偌济呢？因为咱啊，经济也问你去哪里，袂晓讲。因为咱台湾的意思啊，讲北京语的人极少的，啊，袂晓回答，砰，个大死，无第二句话啊。啊，所以一直那阵死十岁。哦，这种是咱的结果，但是你这照片也无可能会安尼看哦，真少人会体会讲咱较早是安怎台。是吧？吼、哦嗯，这相片拢是真古。啊，这些我较慢点来讲，但各位拢有看到啦吼。你哩别输家，中国对咱台湾人是安怎敢抬？但是这个来讲，少年家来体会较袂到啦。咱来讲，你个从我这二六十几通系以上的吼，你拢不听见啦，啊，不看见啦。哦，这就是蒋介石对咱台湾，因为一直气日本人的。安怎去日本人？一七四人从大部落去日本甲部落，安怎讲？哎，其实伊也是日本人甲部落，因为中国出现这个蒋介石吼，全世界来讲是上惊死的人。恁毛都体会到无？恁若去回想咱中咱的因的历史书，你若看你蒋介石来咧战争的阵，伊捌出兵无？捌去参战无？唔捌。不去讲战争无，伊讲咪后壁，战咯，恁去战咯，啊死哦，你死哦，有啊无？伊讲咪远，啊，听讲失败了，伊先走。你去读历史，你甲看，真正有参加战争的蒋介石无？没有，当叫人去死，对无？这件事，无哪有可能会战赢？战个输个走来台湾，你看来台湾。有啊，讲了自己是讲反共大陆，你有看过反共大陆无？大概要叫人去死呢。你要看咱台湾的地图，你看阳明山、内湖，有啊无？关帝，啥所有的山拢空的，拢乌地图。啊，为什么？
对，这家鸟鼠永远就问题就在走，要问题处。伊准备要走，伊无要问的，伊唔捌讲要反攻大陆啊，是讲个正要战争。你也是讲，较早中国大陆安怎失去的？咱真少人去话，较早蒋介石要走的阵是运十台黄金计要过来台湾无？准军干的哦，你捌听过嘛？嗯，老辈人捌听过啦。你个想讲，迄十台军干的黄金爱偌济人，爱偌久的时间才搬完呢？对唔对？啊，你个想回想讲，蒋介石阿未战争，伊就想要走啊？十台军干的黄金嘛？啊，你个想讲，伊有咧进无？伊无啦，伊是要叫人去死呢？阿未完，你准备十台准备走啊？天不将人愿，因为高台我听讲啦，咱我即我无看，但是有风说的，高台准走美国啦，一台准走来台湾了啦。啊，你也想讲，伊就该叫该要叫人去死呢？啊，国农人，中国人嘛，真戆的啦，为了伊死才衰。啊，这个人家出一支嘴呢，问题出嘴尖，大家搁听个心肝怀疑个，哦，对不？所以讲，蒋介石这世人哦，敢要杀人，惊死，愈惊死愈爱杀人。你来看吼，来看，台湾蒋介石一千控二十一万四千人，四个月出来。你看这些人，大家因的国家跟咱两个，一点就当个当作神。台西路做一个路会做神啊，真奇怪吼。哎，高点嘛？啊，无真高点没有？啊，我来休息五分钟，我再继续来讲，我来了解，好不好？好，好，谢谢。